然后还有一个关于这个 CEO 啊，我去回看了一下这个 Chancellor 很有意思，他又验证了或者是反驳了之前的过去政府的几个证人的这个观点，或者是他们作证的内容。比如说，还记得 Jenny Li 在被询问的时候说：“IT Club 有没有福利啊？”“No，没有。”CEO 明确的讲了一箩筐的 IT 福 Club 利，的福利，对，有些连我都不知道，那么多的福利是吧？对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，G Club 的 CEO 明确的说，退款政策一开始是3天，对，后来到十四十二天，到十四天，十四天，是吧？对。那但是前面呢，你看这个，包括卡布文乐，乐，对，说没没有退有款，对木兰等等的都没有退款，或者不，他们实际上已经退了，他们实际已经退了，但哦，是按卡照贝文乐 G 七 Club 的政万，策，对，对七万G 已 Club 经政退。策原本是不应该给他退的，但实际上他们又自己又佐证是我已经退了。这你就体现出来，对他们这些前战友的这些对矛盾的地对方，矛盾的地方。但我想要说的就是，你看，同样都是政府的证人，证人之间的政治都出现冲突，对，嗯，是的，是吧？对，他们的这个矛戳他们自己的盾，